溪州乡的西边啊，目前的地址是真久以前做的，所以报道地震所将会进行地质中测。伊嘛来会有民众，他是讲有接到地震所的通知，会当配合这清理的工作，嘛保护家己的环境。报道地震所表示，报道镇甲溪州乡有真侪土地无进行地质中测，为了要减少土地纠纷。所以因为从这个月开始进行报道镇、东北岛以及溪州乡西边的中测，其中溪州乡有300公顷，报道镇有100公顷，关系到2000多平的土地。我们今年度呢办理这个地质度中测范围呢，包括报道镇、东北岛段以及这个溪州乡西边段，拢总呢面积有411公顷，笔数呢有2429笔。我们已经呢遵照这个规划呢积极的执行办理中。根据地震所指出，土地中测会当让土地纠纷减少，嘛让地震管理更加顺利，所以希望民众会当多多来配合，嘛保护家己环境。通知呢要来到现场视察，也是也是呢听咱乡亲呢一定呢遵照咱这个要做通知书内底的注意事项呢，来自行来设立界标。并到场来指解哈因为呢，事关着咱这个所有官员的权利呢，希望呢，大家呢，乡亲呢，拢会当呢，踊跃来配合。这摆地质中测影响到的土地有400多公顷，土地面积会当讲是非常的大，所以民众若是接到通知，且派人前往了解，假使讲有问题，会当马上来反映，所以对着民众有真大影响，希望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就像创平报道报道。